原标题：清朝军人背上的兵和俑有什么区别？实载，兵是清代国家的常备武装力量，包括八旗军和陆营军。八旗军分为满八旗、蒙八旗和汉八旗，这些都是大清的正规军，直接隶属皇帝。八旗兵为士兵制，在16岁以上的八旗男性子弟中挑选，余丁和不满16岁的幼丁可以挑补为养育兵及预备兵。陆营军则是为弥补满军的不足而建立的汉人组成的汉武兵，这种军队以绿旗为标志，以营为建制单位，故称陆营兵，也叫绿旗兵，简称营兵。八旗军同陆营兵虽然使命相同，都是保家卫国，但处次不同，朝廷倚重不同。按定制，八旗兵大部分位居京师，为国家精锐部队，掌管京师安全。陆营兵则遍布全国各地，数量要比八旗兵多几倍乃至几十倍。通常影视剧上浩浩荡荡的大军都是陆营兵。顺治以后，陆营兵日渐取代八旗兵的主要地位。康熙年间，大清朝建立不久，力图以和为贵，于是军备废弛萎缩，八旗兵丁一劳永逸，长期处于养尊处优的地位，以至于三藩起事临阵磨枪，亦难振军威武力，故三藩之功实属陆营兵。雍正登基后，立志彰显满军尚武精神，乃三令五申八旗为满洲根本，大动干戈，整军治军，终于使得士气大振，维护了国家统治。实载俑也是兵的一种。雍正、乾隆朝后遇有战事，若八旗和陆营兵不足用，则就地取材临时招募的军队，战事完了后立即解散，不是国家正式的军队，即就是战事有功的也不久留用。直到清末太平天国时，曾国藩以团练起家，才改非正式的乡勇为练勇及乡军，定兵制，发饷粮，称为勇营。从此勇基本代替了兵，成为国家的正规军主力。勇营的特点是拿国家饷的私募武装，所谓兵为将友，士兵和军官只忠于自己的长官，不直接效忠皇帝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